嘅校花 Karen 羅坤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上年嘅校草 Alfred 鍾明山啊。喂 ，Alfred 啊，聽講咧，好似今一屆嘅校花校草比賽咧，就會喺11月12日進行喎。係啊，佢哋依家喺 EDF 度備戰緊啦，好緊張，想睇下佢哋個成點啊。好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就去襲擊下佢哋咯。好 ，Let's go。